什么作息哦？今天煮鱼了，哇！今天我们油炸鱼吃。已经在油炸着了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出锅了，马上。特别黄，出锅了。这个鱼已经做好了，撒上一点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辣椒面啊，里面还有花椒，还有好多，把它撒上去。开吃，老板开吃一个，开吃一个，我也开吃一个。你们看，开吃。我香，特别美味。好香。